其實我呢要俾掌聲你哋，你自己俾掌聲自己先，因為好欣賞大家呢即係關心呢你哋自己工嗰、那個生活範圍以外嘅人啦。開始之前呢想問大家少少嘅問題嘅。咁其實我哋話呢早幾年前呢有個調查者嘅講深水埗區嘅情況。有三種多嘅，第一個就係貧窮人口比較多，第二個呢就係老人家多，但係最後一樣呢大家可能未必估到嘅，開心嘅人口呢深水埗係最多嘅，即係可能覺得係相對比較窮嘅人呢就冇咁開心呢，唔係嘅喎，原來有，所以等緊我哋大家呢即係記住就係去到嘅時候呢即係保持一個開放嘅心啦。嗱呢個呢開放俾大家去諗呢樣嘢嘅，就係諗係咩話題，我十一點鐘俾人吵醒咗，我會有啲乜嘢好想同你傾呢？問下佢幾年班，同年班學緊嘅數係咪唔同噶？所以其實你哋識問嘅，喺你嘅內心入邊已經充滿咗好多問題咁樣，大家就做朋友啦。三個勇敢的小朋友，第一你們是不是帶了一些東西來去分享的？哦，你帶了副棋來，哦，那你喜不喜歡玩這副棋？喜歡啊。哦，你將喜歡的送給他嗎？贏間。那為什麼你送給，為什麼你跟他們分享啊？因為怕他們到，你就選了一個層層碟送給送給他們啦，希望他們會喜歡。身份已經不是國內的，身份證不同了嘛。我哋加個咁，我個仔就有啦。仔，哦，我家仲有仔嘅，有小朋友嘅，有小朋友，有大仔嘅，我大仔，十六歲嘅，十六歲，你十，都仲讀緊書嘅應該係咪？啊，中三，中三，係。你教識咗妹妹就好啦，妹妹可以自己玩啦。所以啊，幾叻！我姐姐教你教咁樣整，你知唔知？啊，好多嘢！係啊，等你中學，我都好中意食啊！第二嘢嘅，哇！係啊，翻學上到埋就有第少少嘅。但係唔係一次過食曬喎，次次。咁我哋影張相好唔好啊？好，一二三，我揸你啊 ！OK。我哋唔係好想做嘅，而家緊唔緊張啊？女仔喎，你哋有個女仔喎，第時咩算係咯？佢困唔時，幾十人到醫生，佢啊，係啊，跟住錫，跟住錫妹妹唔錫啊，做裝佢兩個細路喺出邊玩嘅，裏面玩唔到嘅，一定喺出邊玩。嗱，我都我去完之後咧，我哋嗰個係一家喺個單位，然之後咳暈，一二三三，咳咗五火嘅。
好勁喎，可以咁樣 cover 啊！好細啦，個媽媽都好似成日都好多笑容噶，個媽媽都講幾多嘢噶，咁都好似好開心咁嘅人咯。咁佢都好似好逆來順受，咁唔會話好憂憂愁愁嗰種咯。咁但係我哋就會諗到啊，其實佢四月就有第二胎咯喎，咁跟住又喺呢個環境度居住，咁其實對佢嚟講嚟緊嘅挑戰都幾大咯。到去的時候，個媽媽都好親切啦。雖然小朋友都唔喺屋企，但係佢都好歡迎我哋入去嘅。環境細啲，但係佢都住得好開心咁樣咯。如果你唔知道佢住嘅環境咧，你就唔你唔會諗到佢其實即係住個環境係咁差咯。因為佢好開心，佢講嘢都係覺得自己好滿足咯。我探訪嗰家人咧，就係、是。十歲啦，同我一樣都讀四年級嘅間屋向東面。咁通常六月嘅時候咧，間屋嘅特別熱噶啦。佢哋應該好需要呢個政府去同埋我哋呢個社群去關懷呢啲人咯。咁其實我哋今日咧就係、是、探訪一個雙非家庭啊。咁咧佢其實係佢爹哋媽咪可能係每三個月。就要轉一轉，可能是爹哋睇住個女三個月之後咧，又到媽咪嘅，因為佢哋係三個月先攞到一次嗰啲旅遊證件，雙程證咁。咁我哋唔知行到去二樓三樓咧，就會見到有啲黃色架布，有啲紅燈喺度嘅。咁佢自己都話係好雜嘅，好污糟，好逼，好污糟，好逼啊！然之後同埋咧冇地方做功課，冇冰箱喎，冇餐台。衣櫃有一個很小的吊在那裡，那他的東西放在哪裡？不知道，有時對這些就是新移民啊，或者是一些少數族裔呢，就真的可能即係比較多啲嘅笑容啦，比較多啲嘅即係就算你唔係諗住幫手都好啦，就唔好讓對方覺得好似我哋即係侮辱緊佢或者歧視緊佢咁樣。大家今日探訪啲地方咧，唔算係最差，有啲再差啲咧，其實個狀況就係一個劏房，淨係擺得落一張牀，再加埋廁所，咁就一間房，嗰啲環境係會再差啲。不過，即係頭先有個小朋友講得好啱嘅，就係佢哋雖然好多時候未必係有咁多玩具啦，有啲電腦啦，亦都冇大家咁樣可能有 iPod 啊、iPad 啊等等，即係呢啲咁嘅遊戲機啊。但係其實佢哋個生活咧都可以好開心喎。